你要是做了职业选手，爸妈能认同吗？为什么电竞在你们看来就只能是游戏呢？做职业选手要付出的远比你想象的多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相信家世。祝我们家世一路胜利下去，干杯！干杯！这是木秋特意用你的名字创造的角色。我好喜欢这个礼物。从第一次组队到今天，靠的就是彼此信任。我们终会站上巅峰的。